你甲你招啊，你甲你招啊啦，啊对。啊，立单郑景芳郑理事长请就位，中山安新营立单吴淑英吴理事长请就位，中山安中正理率领全体所有咱各里、咱的里长、咱职工所、咱各级主管、省级代表。中央来发表政策，连三上就得一上又不败，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再上又不败。而且恭祝来发表政策，胜败成就成成就，胜修无疆胜成就，三祝愿不败。祈求来发表政策，比如咱彰化市市政上流。比如话，种地主会当素食无灾，百食有平。南疆伊个食啦，啊，就是咱俗称叫做马爷吼。啊，咱台湾人伫个马爷，拢会来拜咱地方的土地公伯啊。哦，咱俗称的地方的土地正神吼，啊，伊管地方，也是管地方的灾库。啊，所以咱台湾真淳朴的心，真谦卑的心，伫这个马爷，拢会传到这个吉祥物。啊，包括这个花钱，就是来念钱啦吼，啊来拜拜公啊，来给伊啊感谢吼，咱拢食水果拜石头啦吼，啊咱台湾人这种淳朴啊善良的心，伫一年啊，互拜公啊保庇啊，最后伫这个礼节时阵，拢会来甲拜公啊答谢吼，咱是讲谢天谢地啦吼，谢平安等等，拢是台湾人迄种真善良吼。啊，真知影报恩的心嘛吼，食水果拜石头，所以咱十二月十六就是马爷，啊，各地拢有咧拜八公啊，拜土地公伯啊，拜土地公吼，啊，所以说嘛，伫遮祝福大家新的一年，同款依然会得到得到地方的啊各地精神八公的保庇，大家拢会当阖家平安，做事业的拢会当赚大钱，感谢大家。每一边啊，这个马爷啊吼，拢会。比较会较准备较特殊，除了啊三星四果啊吼，啊上重要就是会准备着这麻糬啦，啊麻糬就是黏糬啦吼，我大家拢会当赚大钱啦。本赛季晴空万里，一个新娘天地开车，天温岁数新旧年，农历十二月十六日，是红。但各级主管信息代表，中央来发表证实，平。